出行人路的市民，呢一个系警方的呼吁，麻烦你哋唔好喺行人路度停留啦，尽快离开，向后或者向前、向左、向右离开，唔该。將你擰轉咗，俾你影咗咯。將你擰轉咗，俾你影咗咯。咁經過嗰啲市民咧，警察都係叫住咧，唔好行埋去，同埋咧要快速咁樣離開嘅，唔俾停留。咁啊，喺啊彌敦道嘅方向咧。就泊滿曬啲警車㗎。好，盡快行啦，小姐。小姐啊，記者都唔。兩上嚟，我哋先。咁啊，嗰位警察咧就唔俾我影佢哋噶，叫我快啲離開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咧，打孖咁樣拍住嘅咧係有超過起碼20部嘅警車喺度噶。總之咧，啲市民。無論你是哪一個，你可以經過，但是你不可以停留。彌敦道的中間的安全島上面咧，係被啲抗爭者劃化咗好多字噶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見到有一句咧係毛澤東嘅名言嚟嘅：革命不是請客食飯。
今朝起旺角呢一处咧就冇得坐地铁。交通警察，可以解读的话咧，就是话起码喺弥敦道呢一边啦，系已经被啲军警控制咗噶。资讯权、新闻资讯自由同埋营商自由合唔合？